欢迎光临桂姐今天煮什么。我是台中远东的小雅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黄金虾球。那虾仁我们今天用差不多600公克，虾仁跟绞肉的比例是2:1。洋葱切块，洋葱放入我们的养生机里面，绞肉、虾仁、胡椒粉、少许的盐巴，然后去提味，一点面粉。沙拉酱，2-3速转速，把它打1分半至2分钟左右，打到有那个筋度出来。我们将虾泥搓成圆形，把它压扁。那中间的部分，我们把它包入我们的咸蛋黄半颗。那再把它搓圆，搓圆以后，我们放入我们的蛋液。然后再裹上我们的面包粉，那我们的油温啊，你可以利用我们的长筷子，它会有起那个泡泡，那温度大约是160度左右。那炸的时间约4至5分钟。起锅以后，我们撒上我们的沙拉酱，就可以完成这道黄金虾球。我们这道黄金虾球啊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道我们的宴客料理。学会了吗？喜欢我们这道菜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